亲眼看见他在陈华天家，绝错不了。黑豹最厉害一下杀手，就是用手肘猛击头顶倒下去的话，绝数不到五。哎，我知道，但是他这一招实在太狠了，你别想轻举妄动。我就是想领教一下，要是能够赢了他的话，想把母亲头疼的病好好医治一下。哎。 你弟弟在北部还教不教拳？还在教。为了妈，他不会来曼谷的。你知道，上了年纪的人，叫他离开自己的家乡，他是不会轻易答应。这我懂。哦，鹏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休息。好吧。 开车小心点。我知道。 张振峰，你又赢了我的拳师了。哼，恭喜你了，在拳击台上是讲究真功夫的，你手下的王牌黑豹哪去了？为什么不出场？哦，你要跟黑豹挑战？不必了。嘿嘿，我们旧话重提，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只要你肯输，哼，你要我打假拳？ 别做梦了，我绝不会欺骗观众。嘿，不许抬举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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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握手以后， 咱们河水不犯井水。
怎么回事啊？我妈跟我弟弟来曼谷的时候，你要照顾他们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伤成这样的？车撞啊？撞的？ 就是这儿了。原来你们两位是唐大哥的弟弟跟母亲是吗？哎，你不是本地人？我是中国人，跟你们是同乡，潮州澄海。哦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振峰的？我在他房里见过你们的照片。来，你们两位，请跟我来到我家里去坐坐吧。 振峰平常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您贵姓？你们就叫我美娜好了。唐大哥他以前也是站教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以前？我是说唐大哥是站教我的。对不起，美娜小姐，我不打搅你了。什么地方可以拿到钥匙？我要等他。对，妈不见我哥哥，他不放心。 哥哥发生了意外，是不是在台上受伤了？他不会回来了。什么？我哥哥怎么不会回来？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振峰，怎么你开车那么不小心呢？振峰，妈辛辛苦苦赶来，连你最后一面也见不到，你让妈好伤心呐！振峰，振峰，伯母身体要紧，你别太难过了，我这个人才要紧啊！振峰。 你就这么忍心扔下马去吗？华天兄，我哥哥有什么话留下没有？不许你做职业拳师，不许你上台比赛。 Hey!
啊，你去练腰。 身手不错，跟谁学的？嘿嘿嘿，总不会是跟你学的吧？你要是不服气，我们可以见个高下。哦，哼，别紧张，你要是输了怎么样？哼，输？不见得吧。我要是输了，就拜你为师；你输了呢？ 我也拜你为师，好，君子爷，驷马难追，那就来吧。小兄弟，算了吧，算什么？我们还没分个高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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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小兄弟，用不着你扶，我自己会起来。小兄弟，任何人都要人的帮助，你有兴趣学拳，你想拳练得好，那就更需要人的帮助。 你从哪儿来？北方。哦，你住哪里？我在这儿无亲无故，为吴家可归。啊，华天兄，我们能不能收留他？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汉天哥，汉天哥，你等等啊！哦，什么事？ 伯母头疼的直在地上打滚，你快回去吧。啊，华天兄，我回去看看母亲。哦，赶快去，赶快去啊！走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傅的母亲怎么了？啊，她是老毛病，头疼。啊，你去洗个澡，换件衣服啊。
妈。妈。汉田呐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我的头疼死了。我看还是马上送他到医院去吧。好吧。重啊！要是再不回答我的话，我就要回家了。母亲脑部生瘤，医生说需要马上动手术。啊！现在只有一个人有办法。谁？他。不行，你哥哥临死的话，你不管了。华天兄，我要那笔奖金。不，我不会替你安排这场比赛。我要那笔钱。钱，我们可以想办法筹啊。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母亲短期内不开刀，我受不了她那痛苦的样子。为人子女，不能眼看着她这样受苦。你有把握一定赢吗？我用命去拼。华天兄，我求求你。华天兄，我求你答应我。难道你要我跪下吗？好吧，明天我去谈。我当然欢迎嘛，只要有人能打赢黑豹，一打完拿钱就走。那就一言为定，你把钱交给大会。没有问题，不过我想知道那个赶着送死的人是谁。他叫唐汉天。唐汉天？哪里冒出来的？哎，有没有听过这个拳师的名字？没有，没听说过。他就是唐振峰的弟弟。哥哥，原谅我，为了妈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你地下有知，你要保佑我。
妈疼死了，你说要什么时候才能不疼呢？明天医生替你动手术。动手术？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妈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就不要打了，黑豹比我想象中的更强。他是先消耗你的体力，不管怎么样，
我一定要支持下去，我一定要赢。伯母，你醒了。他上哪儿去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他马上就来，他一来就动手术。医生他说已经全都准备好了。阿爹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可别想你哥哥，医生不想的就去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寒天，娘要你回来，娘要你在我身边。
你看，伯母她已经啊。我辛辛苦苦赚到了钱，怎么你这样快就去了呢？妈，妈，妈，别动！钱现在已经救不了我吗？医生说，伯母的病拖得太久了。对，就是因为我没有钱，不能早医我妈的病。我要打，我要赢更多的奖金。又干嘛呢？捐给慈善机关。妈，不要打！上过他的新手竟把黑豹打下来，还拿我的钱去做善事，真他妈的气人。老板不必生气，我们可以想办法把他收买过来。你又有什么馊主意？老板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女人。哼，也难说，他哥哥就是不识抬举。那就用老办法嘛。
放手。唐汉天，六个打你一个，看样子你还绰绰有余，你真不愧是朝中拳王啊。今天我曾沙烈自不量力，冒犯了。我们握个手，我认栽了，以后咱们是河水不犯井水。哎，这帮人算是你白打了。以后你少来啰嗦我，不然我也没那么好商议。告诉你，我不是省油的灯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一言为定。也给你留个伺候在脸上，你敢再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法，我会打断你的狗腿。哼，你等着瞧。不要紧。这个死鸡又输了。哼，这个花串我今天穿了一天了，我把它献给你，我们的拳王。谢谢你。该怎么报答你？说什么报答呢？你不是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吗？嗯，所以我要不断的打。可是，在台下，万不得已，我真不愿意动手。像刚才，没有奖金，还要结怨。哎，他妈的，这家伙够辣手。他不吃硬的，又不吃软的。老板，人总是有弱点的。你又有什么主意啊？看刚才的情形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想在他妞身上下手？不是的，是在他爸爸身上下手啊。在他的爸爸？你想在他老子身上下手？用什么办法？他老子喜欢斗鸡，赌输了就借。那个放高利贷的，我很熟很熟的。哦，好办法，我知道了。让他们两父你来治他。对，就是这个办法。哎，我们双管齐下。我打电报请两个日本高手，你马上到斗鸡场。好，老板，我们双管齐下。小武士，小武士，我们三对一，好吗？三对一，我们打三对一。来，
我照你对弈，到时候收了，收了，来来来，对弈，小武士加油！哎呀妈呀，小弈啊，小弈，来来来，小武士加油，加油啊！小武士，小武士加油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。拨你一万五，不行啊！哎，你欠我五万块，我把房子都押给你，不行！哎呀，张老板，没关系，我受他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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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啊，很晚了，你该回去睡了。嗯，爸爸还没有回来呢。我回到家去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鸡早该斗完了。哼，看样子一定又是输了。哎，他也真是的，斗来斗去总没见他赢过。赢了还不是一样跟那帮猪朋狗友一起喝掉。哎，死丫头，你咒我啊。嗯啊啊，是不爸爸你回来了。废话，不回来上哪去啊。难怪我的鸡老是斗输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替我养。我，回去。三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，成什么体统啊？哎，师伯，你不要误会，你少废话。回去。美娜，回去吧，时候不早了。师伯，晚安。哼。一天到晚跟那个打拳的鬼混，我的铁金刚你就不理了。爸爸，我们大家都是邻居，他的手受了伤，我替他换换纱布也是很平常的。嗯，平常平常，你知道铁金刚输了我多少钱？再输下去我就要卖房子了。啊，那你可以不赌的。啊，不赌？哼，那我怎么翻本呢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再跟他来往。汉天哥有什么不好吗？打拳的有什么好啊？像他哥哥打拳不明不白的给车子撞死了，他呢神经病，自己又跟人家打架，把打赢来的奖金捐给慈善机关。我也穷啊，他怎么不捐给我？嗯，爸爸话可不是这样讲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。这种人呢不许跟他来往。爸爸，不许再跟这种人来往。嗯，两位说到就到，真是信人也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喝。日本人就这样，有地方管吃管住还管女人，那还不跑得快。刘光，你等一下到陈华天拳馆，指明我们要跟唐汉天比赛。这些我会安排的。在比赛以前，最好让我兄弟摸摸对方的底。哎，这个我懂。
心。嗯。听，很好。宝伦，你要记住泰国拳出脚要点分为三步：上步、中步、下步。出脚的时候一定要准、要狠、要快，不然下盘空虚容易给对方找到破绽。这些要点你要记住。嗯。来，我跟你对打几招。嗯。来。好，来，嗯，再来，好，嘿，提高一点，吃点儿啊，嘿，好，嘿，嗯，好，好了啊，华天兄，这么晚来有事吗？奇怪了，曾沙烈今天派人来，指明要给你挑战。哦，是什么人？哪个拳馆的？不是本地拳馆。是日本来的。哦，日本人，打日本人我最有兴趣了。哦，奖金有多少呢？10万，他们在馆里等回信呢。打。多的本钱请了你这个脓包了，你这一身酸肉简直中看不中用，真他妈孬种。管你吃管你住，你怎么对得起我？
曾老板，这也不能全怪我兄弟，不怪他，他亲口说的，只要让他摸过他的底，他一定能够打赢的。曾老板，打拳有时都靠运气，输一场是意外嘛。是啊，你的拳师也有时候有输有赢嘛。你慌什么？东洋口水吃多了，嘴都歪了。我在他身上输了上十万，怎么样才能捞得回来？几十万在你是小事儿，你手上还有王牌，还怕赢不回来吗？下一场我来，咱们有话在先。你输了，回老家去；我回乡下种田。老板，老板，他妈的，一整天你死于哪里？哎，老板，我替你去斗鸡场办事儿啊！瞧，这都是老头的欠单。还有房契压在律师那儿，还是你管用。我再给一个机会给你，让你争回点面子。三天以后，我们找那个老头。你们找谁呀？有眼无珠，曾老板来找你都不知道。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干？没什么啊，还钱。我又不认识你，还什么钱呢？他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爸爸，你们为什么要打我爸爸？不要吵了。欠债要不要还？不还就封屋。啊，封屋！爸爸，你欠他们钱。我不欠他的钱呢、不欠，这谁写的借据？欠不欠？啊，欠，欠债就还。我现在没有钱呢。没有钱呢？走。再给我打。爸爸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又是你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你他妈少管。你麻烦他，就等于是麻烦我，小心你的狗腿。哼，这闲事你要管，管定了。钱拿来。钱？爸爸，汉天哥，爸爸欠他们钱。多少？我还。你还？我还。嗯？哎，看看多少？85365磅。啊？还不出来，我就告他。啊？这是我的律师，我要让他坐牢。哎呀，我有办法。要还就趁早，他借的是高利，按日计算，到明天就不是这个数目了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不要嘴硬。还不出来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乖乖的听我的。听你的？哎，听我的。上一次你赢了我的日本拳师，害我输了20万，这一次我要你输。输给我的手下败将。
办不到，办不到，办不到就封他的屋，我让他坐牢。汉天，你就输一次吧。不行，你看在美娜的份上，你就输一次吧。我不能欺骗观众。汉天哥，你就委屈一次。汉天，打拳总有输赢的，都是你赢，以后谁敢跟你打呢？对呀，有输有赢才有味道，老是你赢，总有一天就没有人跟你打了，你不就成了失业的拳王，喝西北风了？汉天哥，你看我爸爸皮包骨头，这么残弱的身子，怎么能挨得住坐牢呢？是啊，汉天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答应他们输一次吧。我求求你。我就答应你一次，简单给我。你别那么急呀、啊，只要你输了拳，我自会奉上欠债一笔勾销。我领教过了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哎，请坐。美娜跟方师伯在哪儿？你出尔反尔，
在台上怎么忘了他们？现在我新账老账一块儿算。只要你把美娜和世伯交给我，我什么都可以。那我要你一条胳膊，一条腿。韩天哥，今天的事不要怪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哎，别碰碰妈妈了，快动手。美娜，你让开，最好闭上眼睛。不，不。动手啊！不，对我这么好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明天起，你们两个离开曼谷，永远不许回来。这个老头留下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曾沙利，你好狠呐！我们老板便宜了你，你还要嘴硬。好好的服侍汉天呢。汉天，美娜交给你了，你也要保重。上车吧，你小心呐、啊！哎，有空多来信啊。不会的，再见。爸爸，我走了。回去吧。
师傅，哎，你几时上车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比你们早一站上车。怎么，师傅，你不愿意我跟着你吗？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以后的日子会很苦的。我什么苦都不怕。我们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。好，谢谢师傅。那么有空啊？反正闲着也没事嘛。你看，宝伦练的连吃饭都忘了。他最近进步得很快。给我。宝伦，师傅，你既然这么喜欢这门功夫，这个拳王带就送给你做纪念。好，好。谢谢师傅。你回来了，哎，宝伦，东西都买齐了吗？该买的全都买了，就是涨价了。啊，师娘，那王八的奖金呢，提高到20万了。你可不要告诉你师父，知道吗？师父，师母，我要去打。如果幸运地得到了奖金，我不会去捐给慈善机关。我要你跟师娘和我过得好一点。
老板，你放心，只要这小子一喝水，就有好戏看。宝莲，你真行啊，差不多跟你师父一样厉害了。给曾沙烈做了手脚，他要你替他报仇。啊！啊！陈馆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能告诉他，他已经有了身孕。就说他爹要我们去曼谷看他。我爸爸怎么样？他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有好消息啊！啊，曾沙烈去了日本，你也该去看看你父亲呢。半天呢，那么你做主，你说去就去，啊？好吧。啊，我马上收拾一下，我们赶下午的 bus。美娜，怎么来曼谷也不先通知我一下？爸爸。哎呀，告诉我这样啊，他要让你惊奇一下。好好好，乖乖，好，手脚都没事了吧？你看，就是有点疤痕。哎呀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美娜，你跟岳父聊聊，我到馆里去看看。啊，好。哼，你这人呢，就挂着你徒弟。哎，世界上哪有师娘喝徒弟醋的？嗯，你早去早回，我杀一只鸡。如果我回来的晚，不要等我。美娜，争口气，生个儿子。啊，有了。嗯，讨厌。嗯，你怎么？日本人可以摸，我不可以摸。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要脱你的裤子了。你脱我裤子？你脱你干什么？你看你往哪儿逃！哼！唐汉天，你竟然敢回曼谷！你曾川烈呢？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！哎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打我！叔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饶了我！放开我！不要打我！我就告诉你个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哥哥是给曾川烈用车撞死的。曾沙烈王八蛋，该千刀万剐。曾沙烈在哪儿？在帕塔亚。
你算账。哎，你轻点嘛。曾长脸在不在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老板没有空，走，让不让开？哎，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嘿，哇，哎，爷，哎，哇，哇，哎，破，破，哎，呀，哇，哎，爷，哇，哎，对，没什么意思，你丈人的旧账我们一笔勾销，算了。妈的，你毒死了姚宝林，用车撞死我哥哥，这笔账也能一笔勾销吗？啊，你哥哥唐振峰，不要啊！啊！哎呦！哎！哎呦！哎呀！哎！哎呀！你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好戏完了，打电话吧。打给谁呀？报警啊。喂，接先生啊，接警察局。